你得说好了，你自己有钱吗？那我这不是被坑了吗？我弟说请客，看看啊，我不请客。你带钱了吗？锁上。蛋糕，蛋糕。来了，哦，雪糕都没几个了，看看上次那个提拉米苏还有没有？我上次来的时候缺货了。哎，这个出了好多口味的呢，你看。哎呀，买这个，就这个提拉米苏啊，在直播间还有个姐姐问，想看看那个袋子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我在群里找了一个之后，一样是一样，但是好像没有这儿的好吃。是你买单吧？我买单是的。我掏钱啊！我寻思叫我玩玩啥比赛。那个。王博。大绿棒。这4块吧。嗯。所以你觉得你赚了？乐呵乐。让你爹去赚容易吗？不是，55.5。你太帅了，你真帅。一万多币。前面那货吗？哪吒那啥？嗯？那货吗？转单头色的。那个人叫孙豆子，在哪个对？骑摩托呢。爹娘嘞！你去哪里？哪里是的？你干啥呢？我上班。嗯。阿公。我这哪里干呢？我不是这。不了。爸爸。混擦了几呢？别，有本事我再要就去，俺给你把钱。想搞点么？哈嘛事去？去那么请客的那个娃的，打我来不是的，是吧？那你还不结账吗？来的时候让我点了外卖的呀。啊。嗯。不钱是我的哎，那可乐都不是我买的，我只买了个这个。烤地瓜，烤地瓜。别人考上了清华北大，我们考上了地瓜。这都是多，那还有人提酒去？俺邻家兄弟，我家乡家乡。现在门口放着的，刚从七里拿回来的地瓜，昨天只剩一个，烤了一下，意外的很好吃。咱们今天专门让爸妈从七里带这种小的，为了吃也是拼了。胡萝卜不能赖我。嗯，没事。哦，未成年不要化妆好不好啊，你这眼影抹的。今天你拿出来。竖起来横着的耳朵。这个耳朵是要飞了。你听我们叫呀，嗯，粉的意思，粉，
供奉儿子的，这叫有其母必有其子。你看这两个是不是挺像的？但是这句话并不是在所有羊身上都适用哈。这个是妈妈，这个是儿子。这妈妈太小了，嗯，忽悠，不可能。我去一路去，会吗？会吗？去。么的去，新疆去。他考上了清华，他考上了北大，我考上了地瓜，烤地瓜，烤地瓜，来走。老板，我的，没了解。他也是吃。哦，呼呼呼！哇，哎，我去！来去来去走了。不是喝美女呢。呀。走去。